就是哈，吃了哈，清淡的，好吃没得？那肚子还辣没得？感冒好没得呀？爷问你啊，喂，哎，啥子哦？我问你感冒好没有？哦，好些了，好些了。你干啥子哦？一直玩手机？打游戏。我们去逛下超市嘛，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啥青菜呀、啊、那些的。你拉肚子，我们就吃清淡的。啊？喂，莫耍了嘛，我给你拿了嘛。好了，不耍。我说我们去逛超市买点青菜呀、啊、那些嘛。哦，怎么了？怎么？蒜奶不？我们一个要一瓶蒜奶嘛。要买三瓶的哦。为啥子？三瓶才能消除。没有了，你中毒了，我不想喝了。买嘛，三瓶就可以消了。不要。墩墩墩。你看一下要买些啥子菜？啊，都是菜。完了完了，怎么看什么都很像。太难了，中毒了。爷爷，你找的穿啥子没买？我不晓得，老公闷得很呢，我都没买东西。不管了，我们出来再走嘛，我们去好点。怎么了？我们出去嘛。好些没有出来走，还是外头那些风起来了，那个些里面的空气不流通。其实我不是。其实我不是的时候在里头不舒服、我感觉我中毒了。中哪毒？我一直脑壳都是那个样那个样啊，我看啥子都像。我给你卸载啊。哥们儿，等这里过了后，我们出去耍噻。咋去耍？就是看点雪啊，自驾啊，山友吧呀那种。那个季节应该还没得雪吧？要过两个月才有吧？有，这个时候石鼓浪山应该都有雪了。可以爬雪山，以前我都去爬到雪山的。我的辈子的梦想就是说，一定要去一次西藏，然后自驾游一起去耍一次。那儿我瘦的时候啊，还没人胖的时候，我去爬雪山，5200多米的海拔，我都去爬过。马拉松也是以前瘦的时候爬跑的，雪山也是瘦的时候爬的。你现在干了什么？现在只有吃。人长着嘴巴，不然就想吃的呀。我也反正正好想去看下雪，反正有空了，到时候空了我们就一起去嘛。啊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看雪啦！哇，房子修好了，以前我过来时都是光板板儿，现在修。来了啊，就是房子。现在还可以啊。啊，以前我都憧憬了买一套房子，然后两个人住在里面那种生活啊，而且是有点感觉来了，很安逸。等我们结了婚的话，我们以后就在云昌买套房子，我们两个人住。到时候啥子家务活啊、煮饭啦、弄那洗碗啦那些东西，所有的都交给我。你就到时候把工资卡交给你，你在屋头负责貌美如花，我就负责挣钱养家那种就行了，是吧？我有点不行啊。啊？你怀疑我？哎，越想到那些，确实越期待我们以后的婚后生活，那种感觉充满了阳光的感觉。